完了。你整本写完了吗？老师，我的这个我的国语习作写完了。这么厉害！我也是。那你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就对答案看看有没有。老师，还有吗？
纸巾它。我先写我，然后说我在跳。
叫声，但是我不知道在在叫声。不能这样写，这一课是要你写跳声。是跳声，我在听。嗯。当当当。这样看。这样。老师，我在我。我们这一课要教的是做什么事情做得怎么样。像他是跳绳，他就会说跳得怎么样。我们没有要教我在做什么，我们不是在说谁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讲说做什么事情做得怎么样。像他跳绳跳得好开心。或者是跳的真快乐也可以，我们常常可以用什么？真烦恼，可以表达哦，开心，开心就是比开心。老师，等一下，我要尝试。你把它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哦。妈妈工作。
Yeah.
111年。他有写妈妈他吗？111年。看清楚，看清楚。妈妈他。妈妈擦窗户，所以三个经过你要写一个是三十二，三个经过你要写三十二，最后是前进，三个结果是什么？没错，来这边写结果怎么样？不。一点一滴来滴来滴，嘿，大家好，我是一位。你看他们两个，我之前考过。来，再来呢，我们也要来听故事喽。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看到第一个图片，你看到什么动物？第一个图片。习作聆听故事，彩虹花。原野上开了一朵彩虹花，春天刚刚下过雨，彩虹花下有客人。早安，我是彩虹花，你怎么了？你好，我是蚂蚁，我正要去奶奶家，可是前面有一个大水洼，我过不去。那我的一片花瓣送给你当船吧。夏天到了，太阳，那彩虹花客人。早安，我是彩虹花，你怎么看起来很烦恼？你好，我是蜥蜴，我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去参加宴会，正在伤脑筋。
相配呢。秋天，小鸟从天空飞过。你好，我是彩虹花，你要到哪里去呢？你好，小，我在为女儿选生日礼物，可是什么也没找着。我这儿有美丽的花瓣，送给她吧。小鸟高兴地衔着花瓣飞走了。又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你好，彩虹花，下雨了。原来是一只刺猬。彩虹花用虚弱的声音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快下雨了，可是我没有带雨伞。我还剩下两半，一片送给你当雨伞吧。刺猬撑着蓝色花瓣，快快赶路回家，大把最后一片花瓣打落了。雨停了，打起一道耀眼的彩虹光芒。小动物们想起彩虹花对自己的帮助，心里感到好温暖。弟弟说想要玩的
那是快米之喜的那个游戏。第三个机会发生什么事情？快点，快点，快点！亲爱的，问卷能说呢？我打开呀。你要打开，好，那还有你能回答吗？第三个经过，哎，现在我也要打开啊。我也要打开呀。好，来第三个经过，谁去找彩虹花啦？到了秋天，谁去找彩虹花？我打开啊，老师。春，哎，夏天啊，夏天。秋天，对不起，秋天。我也要打开。三。有。谁？好，一菲，你说三，谁去找彩虹花？彩虹花。我在家里的人都不知道。谁？苏雅，你知道吗？第三个经过，哪一个动物去找彩虹？第一点的吧，第四个，是刺猬说，因为快要下雨了，然后刺猬就说他忘记带雨伞可以借，然后他就说彩虹花可以借我一片花瓣，借我撑伞嘛，然后他就给他一半花片。老师，我想到了，是刺猬跟彩虹花要花瓣，还是彩虹花帮他想办法？彩虹花帮他想办法。我想到了，彩虹花帮他想办法，对不对？给他一个花瓣，做什么事？他说他只剩两个花瓣，然后就给他一个花瓣，然后剩下的最后一个被。打雷打到打下来了，然后就没有了。好，姐姐把它讲完，讲的也很好，但是呢，它一点点。好，等一下我们再。然后最后那个停，然后最后太阳出来了，然后就有彩虹出现在。一个花瓣，
天上。结果太阳，结果你可以帮我结果太阳就出来了，然后就彩虹出现在那个天上。然后他们动物，然后大家心里那个被帮助，觉得心里好温暖。哎，讲得非常好，天边出现了彩虹，所以大家看到了就想起彩虹花的给他的三一位彩虹花帮助大家的心里。老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啊。老师，我没听到你声音啊。看自己，我不讲，请家长拍照传给我。来，在班上的给我看，我们已经讨论完了哦。老师等我哦。作业都写完了，我就是爱写的，我作业就写了。火鸡面。老师下课了吗？可以先传给妈妈，或者是等妈妈有空的时候再传给我。
算同一课。什么？以前教什么？说我们参加一节课好玩。是我们下午要上头发课。去哪？你要拿什么？那个围巾你不用拿下去，我不用了。其实给那个就是上个礼拜五啊，有上课，接触到。